亲情无馅，邱淑贞话冇谂住追仔啊。早排被传有喜嘅邱淑贞，寻日现身伟仔嘅授婚仪式嗰阵，就第一时间澄清自己冇陀仔啦。我冇怀孕嘅。我正想问你，大家想提醒我。即可能覺得我之前肥了一點，所以就其實想提醒我要減肥了樣啦，但是又看到有些報道呢，就是會說我老公給壓力我，所以變了要再想著再要有小朋友，我覺得 他很可憐的，他從來沒有給過這些壓力我，也都我的老爺奶奶也都很好，也都沒有仲话唔希望再生啊，已经冇乜时间俾三个女，而且大女又喺少女时期，需要多啲倾偈啊！唔会啩？咁早，所以我担心啊，靓女啊嘛。其实又冇得担唔担心嘅，不过我觉得佢好识谂嘅，即系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嘅，咁所以变咗在呢方面都不太心，因为佢成绩都佢自己紧张过我，我系成日佢自己俾压力自己，我就冇乜所谓嘅，攞几多分咯。